好歡迎一燈 DIY 的一燈大師。Yeah, hello, 多謝你今天來到我們鄭叻廚房的頻道啦，我們一起來到 Crossover 做一個的腸粉。Yeah. 我首先介紹一燈大師先啦。我怎麼認識他呢？我就看他的片，有關怎樣去做銀離子水。我覺得又很有趣喎，做銀離子水又天然啦，又無毒啦，又比較用得安心啲啦，點去消毒家居嘅用品，或者自己噴面都得嘅喎。咁另外仲有一個片段咧，我都覺得好深刻印象嘅，就係你點樣去用一個紫外燈機買翻嚟，擺喺咩位置？原來你擺喺衣櫃裏面嘅喎。當你一翻到屋企咧，就將嗰個紫外燈機放喺衣櫃裏面，然後除低背囊，就掛喺個衣櫃嗰度。同埋咧，將你嘅口罩亦都擺喺一個吊喺個衣櫃裏面啦。所以全身的東西都塞在那個櫃裡，包括對鞋啊，放在衣櫃裡面塞上去，然後你就按著個掣就消毒。好，胡姐呢，我今天就帶了一些好玩的東西過來給你玩。好啊。是啊，知不知道這個是什麼？這個啊，看上去好像蒸東西的喎。是啊，這個呢其實呢就是叫做這個叫做蒸腸粉機，小熊的蒸腸粉機，咁啊，好可愛嘅，咁咧就帶翻嚟咧就俾阿鄭叻，係鄭叻廚房，睇下點樣去搞呢個。哇！點樣發揮呢部腸粉機？係啦，咁咧咁不如我先講解一下呢個機係點樣玩嘅先啦。咁啊，佢最主要咧呢度咧就係咧同普通嘅蒸鍋一樣嘅啫，拎起佢就加啲水落去，跟住咧呢度咧係啦，加啲水落去，咁咧就撳個掣，咁啊教。撳幾分鐘咁樣啦，跟住咧佢就會有一層咧就放上嚟呢度嘅，咁啊佢啲水咧就會蒸上嚟嘅喎，跟住再放埋呢個兜落去咧，咁呢個兜個特別之處咧，佢就係咧可以蒸好多嘢喎，蒸包都得嘅喎，咁佢最特別之處咧就有個咁樣嘅腸粉攀攀啊，係啦，咁啊放埋咧整啲腸粉漿落去咧，咁我哋就有腸粉食噶啦。好，姐姐，咁呢樣嘢我哋交俾你咯。好，唔使客氣。OK， 咁我哋而家開始咯喎。第一樣嘢係咪加水先咧？最好就煲定啲滾水，因為咧咁就容易啲熱啊嘛。我哋加幾多水啊？佢呢度咧就有兩條線嘅，你最少咧起碼加到下邊嗰條線嗰個位置咯。哦，
哦，夠了。哦，過了一條最底的線了。好啦，跟住我放翻。咁咧就可以開機了噃。咁功能鍵咧，咁佢就自己 set 咗40分鐘。係。可以加加減減嘅，可以去翻35啊、30啊。跟住我哋就要預備一個粉漿啦。除咗拉出嚟之外咧，我覺得咁樣打開佢，去放會方便啲喎。嗯。好啊，咁由你嚟啦。哦，就咁滗落去。系啦，试一试先吓，同埋睇张台平唔平啊，都有关系。好啦，然后我哋而家做咗虾先，做咗虾肠粉先，咁我就放虾一只，两只落去啦。好，正，有虾肠食。好啦，跟住麻烦你啦，一通大师，你帮我计时啦。大約四分鐘到啦。啊，夠鐘啦，已經漲起咗喎，見到。係啊，哇，好靚喎！我嚟卷嚟。嚟啦，梗係嚟卷啦，我唔識卷啊。個火仍然繼續開住嘅，咁嗰啲蒸汽一路滾上嚟。唔使，我小心啲啊。唔使。咁我依度要掹住先。OK。呢度去到呢個位置已經影到 ，OK 啊。聽埋，我喺去到呢度，我就覆翻過嚟，好。咁就我開上碟啦。咁我喺上碟之前，不如掃一陣嘅熟油先。所以熟油先，係咪即刻唔同曬咧？哇！即刻變咗嗰啲水晶咁啊，好似靚仔曬啦，睇下可以。使唔使熄機咧？唔使嘅，浸都得嘅。浸得。Okay. 好，呢度已經加咗油噶啦。掂。哦，夠啦。好啦，跟住要加啲蝦米，要盡快喎。加蝦米。蝦米同埋葱花撒上去，不如我做一次俾你好唔好？即係咁樣啫。好。呢啲係日本櫻花蝦。櫻桃蝦，開蓋。哇，好靚啊！就咁推埋咪得咯，使咩搞咁多花巧嘢啊？就咁咯。哦。就咁啦。咁都得。係啊。一個圓。係咯。啲腸粉喎。係咯。蝦米腸。係啦，蝦米腸。咁啦。好嘅，等等先。哇，龍點睛啊，係咪啊？耶！好，跟住我咧，哇，即刻似樣喎。好。正喎，有啲蝦味，即係幾煙韌喎，嗰個粉底呢個水晶蝦，係呢只蝦就夠大隻啦，嗯，好爽係咪？哇，即係好煙韌嘅喎，唔同一般嗰啲即係喺街邊買嗰啲咧，散收收嗰啲咧，唔會咁咯，正。其實你覺得呢個小紅嘅腸粉機如何呢？我覺得有一個好處就是你不需要找塊薄白人布去幫手去拉個腸粉皮出嚟，嗯，方便，係啦。因為如果我用白人布加個蒸架去蒸的話咧，你要第一你要第一塊啦，蒸嗰個腸粉皮是唔要的，因為你先 keep 到第一塊嗰個開嗰個白人布開布，跟住你才可以蒸腸粉咯。咁呢部小紅機是不需要咯。哦。咁即係慳好多功夫。慳好多功夫，係啦。不如我哋講咗咁多佢優點，不如講下缺點。缺點好。我覺得缺點咧，有啲咩？佢同爆腸粉最大嘅分別啦，就係爆腸粉可以做得好薄。
更加滑溜。嗯、但是这个呢做出来效果会厚一点。嗯，是小红机。那我觉得可以改良，不是不得的，特登在溝的品章那里再落多一点水分、哦、去调味调一下。加快步来。加快步。是很多谢啊姐姐。不客气啊，不客气啊。有。难得邀请到一等大师。正嘢食。过来。一起合作这个 YouTube。是啊。好，今天很欢迎啦。出来说。咁耐啊！唔夠水，未煲得夠。多謝收睇呢一套影片。如果你中意嘅話，俾個 like 我，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最新嘅影片通知。多謝。